观众朋友，上集我们学习了直板反手、反面拉球以及直板横板的正手挑球技术。挑球动作小，球速快，回球带有突然性，熟练掌握这项技术，可以在实战中先上手争取主动。下面我们将继续学习横板侧身位正手挑球和横板反手挑球，另外我们还将学习突击下旋球，欢迎收看。下面请看横板正手侧身挑短球的动作示范。横板侧身位正手挑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先上左脚，右脚跟进，位置合适时只上右脚。在来球的高点期，球拍面对斜前方，手臂向右上方挥动。如果来球是下旋球，接触球的中部偏下，稍加摩擦；如果来球是上旋球，接球的中部偏上，多用击打动作，保持球的速度。横板侧身位正手挑直线球的动作要领同样是先上左脚，右脚跟进，位置合适时只上右脚。不同的是，在来球的高点期，球拍面对正前方，手臂向前上方挥动。如果来球是下旋球，接触球的中下部，稍加摩擦；如果来球是上旋球，接触球的中上部，多用击打动作。请同学们练习一下，康丽。好，换直线。好，张作同学。直线。好，徐徐同学。挑直线。好。运动员在侧身位用正手挑球，是为了便于发力和争取主动，在战术上它符合尽快上手主动进攻的要求。横板反手挑短球。
横板反手挑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，在来球角度大时，可以上左脚到位；当来球角度相对不大时，可以上右脚到位。站位时，身体离球台较近，上体贴近球台，前臂迎球，伸进台内，击球的高点期。击下旋球时，拍面稍后仰，击球中下部；击上旋球时，拍面稍前倾，击球中上部。由后向前发力，手腕右转。跳直线，横板反手挑直线球的动作要领同样是，上体贴近球台，击球的高点期。击球时，手腕由内屈至外展，球拍面对正前方，由后向前发力。好，同学们练习一下，抗力。版型不要太压，打透一点。哎，对，换直线，好。上侧同学，版型太压了，竖起来一点，这纯摩擦了，是速度慢，哎，出手快一点，有点弹，哎，弹挑啊，好的，哎。换直线，好球，好球，好，换，继续同学，板型不要太压，压一摩擦就没有那个往前的速度。板型垂直一点，这手腕往前使劲。好球，好球，换直线，好。横板反手挑球大多用于接发球，在接发球时，有时来不及侧身，就用反手挑接，这是争取时间、争取主动的重要方法。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的实战应用。One.
现在我们学习正手突击下旋球。好，下面我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。直板正手位突击下旋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左脚稍前，离台约40到50厘米，引拍至身体右后下方，在高点期击球，拍面角度依来球旋转的强弱而调整。下旋强时，拍面稍后仰，击球的中下部；下旋弱时，拍面垂直，击球中部。击球的刹那要有爆发力。球拍面对斜前方，前臂手腕加速向左前方发力击球。好，下面我做一下直线示范。直板正手位突击下旋直线球的动作要领同样是：左脚稍前，离台约40到50厘米，引拍至身体右后下方，在高点期击球；下旋强时，拍面稍后仰，击球中部偏向；下旋不强时，拍面垂直，击球中部。击球的刹那要有爆发力。不同的是，球拍面对正前方，前臂手腕加速向前方发力击球。好，下面请同学们做一下练习，先练习斜线，再练直线。好，各位同学。不要那么重，好的，直线，直线，好，下一个。好，直线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稍停一下，这个拉手别太大，就放在这个地方，直接往前走，拉手不用太大，可以中等力量。直线。正手位突击下旋球的特点是球速快，动作小，击球带有突然性。由于下旋球来球前进力不大，突击下旋球要靠主动发力，它是快攻打法的重要技术之一，是对付下旋球的主要得分手段。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横板正手突击下旋球。
横板正手突击下旋球的动作要领与直板基本相同。突击斜线时，球拍面对斜前方，前臂手腕加速向左前方发力击球。横板正手突击下旋直线球时，球拍面对正前方，前臂手腕加速向前发力击球，同时要注意根据旋转的强弱调整击球部位和拍面角度。好，同学们练习一下。亨利，好，出击直线，早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球，好球，好，桑泽同学。手不要沉太低，脚得动。直线，点，点再早一点。好的。继续，手腕控制住，直线，好。观众朋友们，本集我们学习了横板侧身位正手挑球和横板反手挑球，以及直板横板的正手位突击下旋球。下集我们将学习直板横板的正手侧身位突击下旋球和正手扣杀。